即马咱搁再看118页，看118页，五定动作分，为天人所敬，转无上法轮，教化诸菩萨安尼。因为头前遐，伊毋着讲佛陀甲伊讲。讲你下礼佛将来一定会做，但是后边这段搁再加修记哦，后边这段搁再加肯定，哈、哦，该讲你将来一定会做佛嘛。啊，人做佛的人有32相、80种随缘好，受着天人也这拢种力量呢，拢种善良，拢会大家尊敬啊。啊，但是佛陀你刚讲我会做佛，怎么这段有哪会当受着天人所敬安呢？哈、哦。我将来我乃转无上菩提法安呢，因为法的法轮哈，法轮上转的讲不是刚经的意思。譬如讲今仔日我呢嘛是叫做法轮上转哦，您猜无？所以咱才有些人四故四四余点嘛，那是不断引导众生来入这个法，安尼叫做法轮上转。但是以这句话是讲无上法轮哦。无上法轮是给讲迄个无上正定正觉的这个菩提法，也叫做大乘道。所以今日咱的单位内底嘛是差不多安尼啦吼，差不多安尼。不过咱是袂当含下里或者水准比啦。不过今日咱已经有去做这代志啊，吼。所以下面伊卡讲一句讲，我会转无上法轮，会来教化着真济菩萨安尼，吼。啊，搁再一点哦。教化佛弟子行菩萨道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什么教化佛弟子行菩萨道？我那叫做教化诸菩萨，因为伊那行菩萨道就是诸菩萨啦。啊，不过恁注意，今仔日要跟一味鼓励，将来一定爱做教，做将来一定爱成佛。啊，成佛的进程，你爱发菩提愿。啊，你要成佛嘛，就爱教化真济菩萨啦。所以这个就是伫这个下礼佛的意思。也是安尼讲，吼、哦，佛陀因为较肯定啊，而且咪就讲，佛陀你都讲我咧，会转无上法轮，会教化诸菩萨。后来下面这段，即马这段安尼多拢总是下礼佛，较头前遐拢下礼佛讲的，吼、哦，而且下面这段，逆时佛告下礼佛，我今有天人沙门、婆罗门等大众中说。我是前有20000亿佛所，为无上道，故上教化你。哈、哦，你亦中也随我受学，我以方便引导你，故成我法中。哈、哦，下礼佛，我是教你自愿佛道，你今失望。好、哦，二边诸位依得灭道，我今还欲令你意念本愿所行道果，为诸圣闻说是大乘经，名妙法莲花，教菩萨法，佛说何念啊？后来这段人，我照这个白话讲一下，较来解释。这个因为下礼佛讲到头前去提的所在了。像佛陀甲讲，佛陀甲大家下礼佛讲，讲我今仔日，伫这个天人沙门，沙门就讲出家学法的叫做沙门，吼、哦，啊甲婆罗门，这个就是印度原始的宗教。婆罗门因为伊求生嘛，求生大梵天呢，这个就讲伫婆罗门、天人沙门、婆罗门众中定了吼，来坐中。A 大将我不是讲过哦，如果我不是有讲过，讲我当时，我是就讲我当时清净第20000亿的佛数，安尼看偌济？这个20000亿佛啦哈，20000亿佛的佛数，就是这个个刚等来对人佛师啦，刚等啦，安尼我有讲过，我已经有讲过无上道甲你教化啦，安尼看偌久啊？看偌久进前，伊就来甲这个个下流佛讲解无上道。
啊，你嘛是中药，中药是新的，已经长期简单，中药还佫另外一个解释吼，真久真久，你着随我，皆受教啊，皆学啊。所以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下吼，伫即个三贤菩萨吼，十住十行位吼，特别做教化菩萨啦。十住十行位特别做教化菩萨咯。啊，教化菩萨因为伫十信位。因为伫即个人龙护国经讲，伫十信位你呐会当加众生加叫修十善戒，你得较赢正罗汉果啊。所以注意记者，这拢不是有提起，因为恁有上过嘛，知影嘛吼。所以讲你在我当时伫两万亿佛所里，就去甲你讲，讲叫你一定爱做未来吼，行无上道法。啊、我跟你讲了，你长期间中药是甚么？足长，啊，你拢皆对我受害。你讲我这一年外久就好，因为一个粉吼，对开始学，学到一生一定爱度无量无数的众生。啊，但是做修仙教育，那是因缘故障，就准调理安尼。安尼听有吼，未走去啦。啊，你若伫进来这个逆境吼，我看有哪会离开？这个叫你听好不？这个你敢听好不？无相信啦、啊，啊哪像安尼，哪未哪唔会啦。我跟你讲，这因缘可能较未遐固执啦吼。比如讲今仔日，我那是真真正正讲大乘法，啊，你这当面都奇奇怪怪的啊。我跟你讲，可能因缘较未遐顺安尼，自然而然吼会离开这个团体。啊，那是讲今日我着健康，啊，你人讲到这段中间拢随师所教，随师所教所行，那么这一年可能未变化。安、啊、尼了解吼？啊，你今日就会来行我做伙，但是会相信我的话，可能嘛不是今生今世做伙呢。安、啊、了解吼？会使去讲咧，讲今日我会当来行大乘法，会来教育众生行大乘法。应该这一年嘛，就讲我今生今世出世就会向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嘛是应该是足济世的经验过啦，合该是可以安尼讲。吼、哦，啊那么恁嘛无一定讲今生今世较含我见面尔，也可能你过去就是我的使者啦，我的学生啦，我的弟子啦，啊你今日敢唔敢会当讲，今日你听到名发莲花经，你就一味要当这个所在学安尼，吼、哦，这里是拢有一个中压。长期间，大家已经到阵做伙过啊！吼、哦，爱注意一点嘛，爱一定合解这个到未来有一天啦吼。假使我那是先生分的话啦吼，那么你嘛是我的地主，安听无？啊，你那是有一天你是先生分的话哦，我会来做你的地主助理，安听无？我一定会来做你的地主。譬如讲文殊师利菩萨，早期就是咱释迦牟尼佛的地主。无，文殊师利菩萨是早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，因为伊最首先度十六个王子。唔过，甲这个文殊释迦牟尼佛要成佛去世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是他方东方佛咯，伊即马搁在来只诞生，来帮忙释迦牟尼佛成佛安尼，讲意思啦哈，因为佛法当中是安尼啦哈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会记住，咱那是讲因缘相得，你都无甚物款呢？吼、哦，无什么款耐性，诶，这种啥物事呢？这个业的问题吼、哦，那么你就卖唔对安尼。好、哦，安尼呢，大家到配合，比如讲师公安怎做，你若认同，就安尼都师安尼讲都对，啊，那么你就跟他配合。所以我今麦甲诸位讲，后来教化菩萨来讲，对教化菩萨佫讲起哈，因为这个教化菩萨，你若是从来无教化菩萨的话。我不是甲注意讲，因为咱注意唔是一世道会当完成啊，啊我嘛唔是修一世道会当讲，一味就达到顶格啊，因为一定爱消分得净嘛。我学偌济，开悟偌济，修偌济，开悟偌济，所以一定爱历经三大阿僧祇劫啊。所以一定爱安怎呢？讲一句实在，爱牺牲奉献呢，这属实的代志啊。为着众生爱牺牲生命，这是菩萨道本来就安尼啊！哈、哦，所以这个问题是讲，我中也伫佛尊来讲，我中也伫家里安尼，哦，啊，你就随我计学啊！哈、哦，这个所以我因来则宽哈。
但是我嘛是以方便引导你啊。啊，所以当初这个夏利夫可能是差不多，有那是对初期来讲吼，有那是五行法佛陀甲教掉啊啦，叫做方便引导你，吼、哦，引导你，所以你生生世世拢生伫我的佛法中安尼，生生世世啦吼。伊搁再讲夏利夫，我当初哦，就甲你讲，讲叫你立志哦，修佛陀啊。立志立愿修佛道哦，我当时就跟你讲了，唔过你呢？今仔日甲今仔日拢搞未记得了了，安听哦？哦，即句话讲，甲今仔日哦，啊，真是两万一户的进程，就跟你讲较前仔日，啊，你今仔搞未记得了了？不过咱人有一个戒多灭啦，安听好无？啊，戒多灭哦，你若是有这个坚决的心哦，你唔就无对了，无对了，你人间间都忽然间就闻到佛道，你就差不多随时就醒起来啦。安了解吼，随时就请起来。吼、哦，啊，不过请起来，人下离婚，伊煞干那收罗汉多呢，所以唔敢讲你拢改变个一日。吼、哦，但是一边注意，你家己搁在讲讲，你已经灭道啊。吼、哦，你咧家己家迄个自愿成菩提道，迄、那个你拢讲未记得了了，你跟他讲你已经灭道啊。吼、哦，不对。你袂使讲家己解脱道，因为家己讲一定爱救无量众生的这个菩萨道，啊，你今日袂记得了了吼？五金玉海，啊，搁要教你意念，就是要叫你回忆，回忆啥呢？你本来意念，你本愿所行的道，因为你当初应该嘛是发四方誓愿过较对啦，啊，无你今日袂记得，你搁再想看卖啊，吼、哦，想看卖你过去一定爱有说明通啦。啊，不过呢，这个菩提种子吼，到这来讲，已经下离佛，已经发起来，搁再重新恢复倒转来，佛陀唔该加受记啊。然后你搁再吼，你意念吼、哦，本愿所行的道为诸生闻，你即马开始，你即马叫下离佛，你即马开始为在啥闻性的人来解讲大乘经安尼。来个，你下礼拜即马开始哦，一定爱个在声闻先讲大乘经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佮讲妙法莲花，教菩萨法，你将来一定有爱教妙法莲花经，教这个菩萨法，吼、哦。因为这个是诸佛所护念嘛，所以这个叫做妙法莲花，叫做诸佛的秘密宗啦，哈，听好无？诸佛秘密宗，吼、哦，你嘛得爱将来，你嘛得爱教。因为每一尊佛咯，给大众生最后期拢总讲解《妙法莲花经》安尼，哈、哦，伊讲教菩萨法安尼，是佛所护念，好、哦、来下面这个解，哈、哦，如来，哈、哦，这个注解啊，就是述说往生，哈、哦，依观现实安尼，诶，这个代志。首先讲观法，以后讲实法，哈、哦、啊！所以今来在讲婆罗门，就是凡事，就是先梵天为止，就是修行将来要先去大梵天，哈、哦，也志向是安尼。但是佛在天人沙门婆罗门众中，哈、哦，就是拢总有代替，拢总有讲，唔是伫少数的人讲安尼。就是这个妙法莲花哈，啊，所以今麦这个是给讲，这句话就是讲佛陀给讲妙莲花经，有哪有百万人听给听，不是干那这句话呢哈，所以这个不是对少数的人讲的，今仔日不是对咱诸位四五百位讲的，白日啊，迄个个发界有请帮来，可能人数加过来倍安尼，哈，加足侪倍哈。那么这个中亚修行哦，中亚修法就讲无明昏暗啦，叫做中亚。长期间对着三恶道也叫做中亚，长期间伫三恶道叫做中亚。所以这个就是以前来这个，比如你过去伫生死烦恼中吼，过去无量劫已经对我恶尽度啊。而且你唔知人负责怎样，负责有五感六通呢？有说明通，哈、哦，所以我已经知，但是我有那以方便引导你生在我的法中，哈、哦，所以我有那以这个二性的这个观法引导你安尼，引导下你或你，和你慢慢慢慢入道入法安尼，哈、哦。
啊，入道入法来就见道哦，哈，一定爱见道，见道就开悟意思啦，哈，先入法，以后见法，这个叫做开悟。但是今仔日我伫我哈，将佛的口声，将佛口声，啊嘛是将法化声啊，将一切法，哈、哦，来甲恁注意讲，但是将我将心，啊甲将口出，啊来讲到这个无上道、无上法，但是佛的往劫。哦、本领下里分至观佛道，伊拢伫无量劫里讲啊嘛，讲叫伊头前即句我往昔教你至观佛道，但是今仔日今生你已经忘记啊，未记得，未记得你伫因地度讲发这个大心啊，吼、哦、啊你但是今仔日干那正修过，你会当主导是无唔对，但是未使只安尼，吼、哦、一定爱度他，所以佛道为声闻声，叫伊搁再加声闻声啊好。开始大乘经，啊佛陀有那个在声闻声开始大乘经，声闻声就讲听到佛陀音声，吼、哦、闻佛陀言教，安尼叫做声闻。啊，但是声闻有那人天道，还有这个个人生道，不过伊是开始这个大乘经，啊有那鼓励下里佛将来为众生开始大乘经，吼、哦，所以实在是要令声闻上首上根。像夏利夫这种的人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夏利夫搁在意念以过去的本愿，就是已经发大乘佛道的心啊。吼、哦，这段伊太乙大师是安尼讲，后、哦、来下面这段，夏利夫你有未来世，过未来世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，吼、哦，那么供养。若干千万亿佛，弘持正法，哈、哦，普足菩萨所行之德。怎么来啊？伊怎么搁再甲下利佛提醒了哈、哦？你伫未来，啊，甲过去，哈、哦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劫，就讲无量无边的这个时间，劫就讲时间哈，会记住咯。你嘛供养真济千万亿佛尊啊，所以用一个方便嘛吼，所以用一个方便，咱这个听经文法结束了，愿处功德供养无量三世诸佛嘛，这个是最好方便哦。我跟你讲啊，这点我无欺骗人哈，这真真正正咱得供养无量佛啊，最熟悉的代志哈，哈。我今仔日讲经说法，我咪叫供养人啦，依法供养嘛。哦，啊，恁今仔日发心，发心来做道做佛堂啦，起佛寺啊，这恁嘛是恁的功德啊，嘛是去供养，供养佛，供养法，供养经啊。小小上一定爱安尼做，所以我今仔咪叫供养人嘛，吼、哦，我说道人嘛就叫供养人，这是事实的代志，因为恁大家。一旦佮听到这个大乘经教，佮佛法四方世观，佮下当求生道术论，将来富莲华三会开花间地啊，这个嘛是真急速要成佛啦，这是事实的代志嘛吼，所以这个有那是我今日叫供养诸位，发供养诸位未来的佛安尼，这是事实的代志嘛，所以我唔敢甲恁问安尼讲，诸位一切未来佛，这并不欺骗恁啊，我安了解嘛吼，所以讲你供养若干。好、哦，而且千万亿佛弘持正法，这个弘持正法，伊讲教如来正教修学，叫做弘持正法啦。但是你嘛是具足菩萨所行之道哦。哦，啊，咱今仔日嘛是爱安尼啊。菩萨所行之道是一定爱福慧双修啊。哦，你无修福，无福诸牛哦，未使哦。啊，无地诸牛那未使，因为这两行是要予咱未来。这两项资料是要未来行较幸福的哦，您来注意这点哦。哦，比如讲今仔日啦吼，照讲啦吼，我今仔日啊，就讲过去世吼，拢总是修独行道啦。今仔日恁哪么做伙？恁哪要来到帮忙的这个菩萨道的佛法，来广度众生，往生到处乱因呢？恁还要安尼真欢欢喜喜，要来做义工布置会场呢？算不是安尼，啊！你若欢欢喜喜来布置会场，你算不是去供养每一个八关斋戒法会中的这无量佛啊？
啊你嘛你嘛是叫中央佛啦。吼、哦、啊你人讲今仔日讲诸位恁家己烦恼，即二工的本分甲责任恁来家己做，恁若无半句提示啊啦。安尼对吼，恁若无半句提示咧，假使讲今仔日过去恁若无含我有即个深言，那有可能我讲恁就要做呢？啊你嘛就知影即个意义啊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是一定爱有这段，咱就会当了解。这个是共同完成的这个菩萨行啦，不是单单我个人完成啦，是咱共有的一个责任。哦，这段现在舍利弗在那甲讲，哦，这个佛陀在甲舍利弗讲，哈、哦，你无量劫不可思议劫，哈、哦，都已经安尼做啊，做这菩萨行啊。现在这里这个解说啦，弘持正法的一个指大乘法，哈、哦。所以但是呢不离有大乘的方便啦，因为大乘法理说法度众生，不过众生的这个根基参差不齐，当然要有观法的方便度，安一定要安尼、哦、那么这个弘持正法吼、哦、无这个个具足菩萨所行之道，就是修菩萨六道万行，因为六道修就是叫做万行，因为现来得会行持无量无数，要注意这点。所以你布施就供养无量众生，法施嘛供养到无量众生，这个叫做万善啊万行，世界未去损害到众生，最熟悉的代志。吼、哦，你忍辱行也未去损害到众生，也未去含众生结缘。吼、哦，啊你精进未来成就佛道，你精进必定爱。吼、哦，啊你禅定智慧的开发，较引导你智慧法界开发啦。做这个六道叫做万行，但是一定要达到圆满具足。好、哦，因为六道了后，卡升十道安尼，哈、哦，这点是讲安尼。即马下面佛陀甲各大家受记作分，这点下面哈，即马下面哈，卡讲安尼，即马即句意思是计讲，迄、那个供养若干无量千万的弘持正法，具足菩萨所行之道。哦，啊！即下面甲讲，当地作佛，你未来一定会作佛，决定会作佛安尼。但是好，法华光如来应将正天地明行足善事，世间界无常事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各何离国？基础平静，清净严性，安稳宏乐，天人至性，琉璃为地，幽不高道，黄金为成，以戒为戚，机房各有七宝行秋，相为相有花果，花光如来亦以三性教化众生。舍利弗，彼佛出世虽非恶世，以本愿故说三乘法，其结名大宝庄严。何故名曰大宝庄严？其国中以菩萨为大宝，彼诸菩萨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，算数比如所不能及，非佛智力所能无能抵者。若欲平时播花成种，处诸菩萨非初发力，皆究实得本，有无量德千万亿佛所证修梵行，行为诸佛之所赞叹，上修佛慧故大神通，善知一切诸法之门，实得无为智念坚固，如是菩萨充满其国，舍利弗，化光佛修十二小劫，都为王子弥作佛时其国，人修修八小劫，化光如来过十二小劫，修根本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各诸比丘是根本菩萨处当作佛。何月花足安行，多得阿揭多阿罗阿三藐三菩提，其佛国土的福如是。舍利弗，是花光佛灭度之后，正法住世三十二小劫，
相法自世亦三十二小劫安尼。你甲看未来舍利弗的水准安怎样？啊，甲伊的国土吼，咱即马地位看一下，吼、哦，即马舍利即个佛陀吼，搁再甲舍利弗再受记作佛，因为头前都甲受记过啊，见面。啊，就肯定嘛！伊讲你未来成佛道吼，叫做花光如来安尼。但是你有那观在得到十号，这个十号吼，我即卖阁改来改了吼，用这段伊阁未拄好啊哈。这个十号咱有写伫底呢，写伫这个个金刚经内底六十八页，如来应将正天地明现象，现世世间界无上诸调御大夫天人师佛世尊。这段已经有书解在这本金刚经哈，来对恁若等下搁看到看有安尼哈，看有哈，因为这个哈，这个是成佛必定有的水准啦。最正副在甲大家讲一下哈，比如讲你今为什么合掌，爱注意这点，就是讲我已经皈依正十号如来，所以这个合掌未使拜神者。啊，了解无？恁有诶毋知影咧？去到庙卖乌白拜哈，合掌未使向神合掌。那么这个合掌是代表我已经皈依正十号如来，安尼叫做合掌。问心，就是教佛陀问安，问心哦哈，教佛陀问安。啊，搁再一点问心，就是讲心口与三业归顺佛陀，静心靠意念，文献论有这个意思，哈、哦。所以这点一定要知影。你若要拜神，但用安尼，安尼，唔过即马拢安尼啊啦。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弥勒佛，弥勒佛拜弥勒菩萨，拜释迦佛。在那本大乘理处六波罗蜜经内底，伊家拜佛用安尼，用安尼，结一个莲花包。好、哦，一拜佛归咧，啊个合掌用安尼，吼、哦，即有那是弥勒佛，啊，伊做即马叫做菩萨，一拜佛用安尼，一个莲花包安尼，吼、哦，即下注意哈，啊，心经内底有闹解说啦哈，来哈，伊即马来讲，伊未来国土啦哈，叫做离国，离国就叫做无垃圾，清净无垃圾。那么这个离垢的情形都和咱未来弥勒佛差不多安尼，因为弥勒佛下生人间吼，这个世间是金刷菩提，到处拢有金银七宝。啊，未来这个个舍利弗的国土有那叫做基土平静。啊，未来咱的弥勒佛的国土有那是无崎岖的山谷安尼。哦，迄、那个地下圣经一头啊，就讲到一世界拢冷草，啊，拢真平坦。所以这个国土含迄、那个弥勒佛的国土含舍利弗的国土差不多拢安尼，哈、哦，拢安尼哦。伊唔敢搁再一句叫做清净严性，安稳丰乐，安稳丰乐吼，就讲到处你拢唔免考虑无通食。哦，即你若看下圣经就知影啊。啊，但是今仔日咱世尊的国土都无共。世尊的国土就叫做五浊恶世嘛，到处拢种抢劫，有诶无杀人放火，即着咱世尊的即个五浊恶世国土是安尼，人受地命造业，无福福报积欠，吼、哦，即个着无共国土哈，今仔日着必定爱安尼，叫做末法啦，末法呢，叫做减劫着必定安尼哈。但是天人至性来讲，天人无量，天上的天人无量。啊，琉璃为地，这个、琉璃就是玻璃色的意思。昨天刚要去看迄、那个，比如讲迄个日头要黄昏吼，啊去海墘啊看迄、那个海燕安尼波浪，啊加上为了琉璃色安尼闪吼，迄一个字安尼哈。所以这个东方琉璃，东方阿修罗国那，也是有师傅的国土那琉璃，有师傅的国土那琉璃色的。就像一世界拢白苍苍安尼意思，啊，唔过弥勒佛的国土都黄金啊，吼，啊，阿弥陀佛的国土那黄金，所以这个无同意思。
但是这个北高道啦哈，北高道就是通达四方四维，叫做北高道。哈、哦，这个是安尼啦哈，四方四维哈，啊那上下就变做十方，安尼就真啦，这是无写到安尼哈。伊后壁遐是注解看做北正道啦，应该唔是安尼啦哈，因为迄国土的国土的迄落嘛，的这个个路线啦哈。安尼叫做北高道，这是指安尼啦，唔是叫指北正道啦。伊后壁注解北正道是无对啦哈，因为伊写国土嘛，哈、哦，安尼看有哈，迄条阿小我看一下。伊讲啊，黄金为形，以解为切啦哈，黄金。黄金色，啊，看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路边吼，即、哦這个路边应该即个侧边啦吼，即种黄金色安尼，啊、哦，因为伊个国土是琉璃色的嘛，是白色的嘛，啊，所以你无用黄金色，那像做斑马线安尼啦吼，合解是安尼意思吧吼，规、哦、划出来，啊，到底这条线路安怎样？咱家即马即个线嘛是画。画黄的啦，画白的啦，画红的吼。啊，唔过伊将来伊的国土是黄金的，迄个国土是琉璃色，啊，唔过画出来山是金啊色的，吼、哦。即句话是咧讲安尼哈。但是边啊，拢有七宝星球安尼。七宝就是个指金银珍珠琉璃吼、哦、酸螺迄几类啦，拢有迄种七宝树，啊，甚至呢，拢总有花果开花结果。安怎哈？但是花光如来力，就是给这个下礼佛讲，你将来是以三心教化众生。你无恭敬天法，譬如讲，今日咱世尊在五十恶世中间，一定要教众天众生哦，安怎样做人，就是有教五戒，哦，安怎样去天，就教十善戒。但是将来花光如来免教这。花光如来，准直接讲四圣谛、十二因缘、道品，啊，甲大乘不共法。伊个国土下人就拢有水准。那就讲未来，咱来诞生伫即个弥勒个人间世界吼，即、這个弥勒净土内底，人佛都有咱毋免讲真天法，因为拢讲善人。咱白日来出世吼，伊即嘛唯有初会讲四谛缘起道品，二会讲缘起道品。啊，后壁迄句话讲呐，讲道品呀，三十七道品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经典都写呢。啊，所以即马一进来，这是去讲化工资来，有那用三性化教化众生安尼，吼、哦，三性就是二性的罗汉啦、辟支啦，吼，啊个大乘的菩萨道，这叫做三性。但是下礼佛，伊即马佫叫一句下礼佛，未来即个化工佛出世中间咯，唔是恶世，虽非恶世啦。哦、但是伊本愿，因伊个本愿，所以讲三乘法安尼，减名叫做大宝庄严，吼、哦，就是迄个国土的名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今仔日咱这个国土叫做啥？叫做现减，迄、那个就是减名，咱的国土叫做现减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未来国土叫做大宝庄严。那么，什么叫做大宝庄严？就是因为你的国土中，吼、哦，拢总是菩萨啦。所以它叫做大宝安尼，所以菩萨为大宝。啊，那么呐，这句话哦，这句话就可以尊称一切菩萨叫做大宝安尼。好、哦，啊那罗汉这个就变小宝啊嘛哈，很、哦、了解吼、哦。好、哦，罗汉就变小宝啊。哈、哦，那么就是因为菩萨为大宝，但是比诸菩萨海菩萨有无量无边，非常多啦。啊，非常多，照讲吼。应该下礼佛开始弘法利益群生，拢总未来伊个菩萨，伊做下伊个国土中的菩萨，安了解吼？未来伊个国土中的菩萨就是起码下礼佛开始教育的众生啊，吼、哦，这是一定爱，因为九万劫就开始因地说法，啊，这么多有个人听伊经典了，就挖起啊嘛，挖起生生世世就发愿了嘛，发愿讲我永久拢要和你做伙安尼，吼、哦。也就是啊，你若发愿，发愿好对；啊，你若发愿好，迄个骨折必落的吼，啊，你着该死啊！我看你敢听无？奇怪，迄人啊，某迄个地主讲输啊，我永远拢安做，你着该死。伊若在地界，你着在地界。那唔当我别发愿呢？
看好啊，你家己心观讲啊，这类师傅那对调上好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好啊，迄句话就好啊，就调对调了，我无骗你哦，安了解无？蒙人机汉嘛啦，吼、哦，青眉人惊骑青眉马咧，啊，到迄个深界中间就对落啊嘛，马也对落，人也对落啊，吼、哦，这点爱作注意哈。所以现在在就讲，算数，比如说不能够，到底要甲算偌济，算未了，算未了。吼、哦，算数哈，但是恢复智力所能比哦，唔是佛的智力会当知影，唔是佛的，唔那唔是佛的智力，无人知影呢。你甲看安尼写，你佛将来多偌济人？安了解哈？若欲行时，不发成就，那一个走路啦，脚底拢有灰安尼。扑灰起来了，偏行一步，拢总有灰浮现。伊的角度就是安尼。啊，你甲看卖，咱将来的角度是黄金菩提嘛，哈。啊，叫伊的角度拢总，伊达到遐灰浮到伊人民哦，灰伊行到遐灰就浮到遐安尼。不过咱的角度将来是安尼啦，哈。你大小便啊放落。迄、那个污染水和土暗落安尼，家己废气搁暗落吼，这是未来咱的国土都无同，安知影无吼？迄、那个是下生经甲大乘佛经是安尼甲咱说明吼，不发成就。这菩萨，伊讲你的国土中的菩萨，唔是初发心的菩萨咯，拢总是真久真久，都失着个净啦哈，净迄个德本啦。不是初发心的菩萨，应该拿这个看起来是拢差不多地上菩萨啦、哦。但是伫无量百千万亿佛所，吼、哦，安尼地上菩萨应该是对啦哈、哦。已经伫过去无量百千万亿佛所修迄个梵行，最尾甲对讲者，梵行叫做断音乐啊。梵行一个字啦，梵行叫做断音乐的意思，无误会，无男女间的误会，迄、那个叫做梵行哈。所以那下当吼，较紧当啦哈，甲注意讲者下当较紧当，这是事实的代志，吼、哦，按了解吼。但是行为诸佛之所称在行救，伊讲这菩萨真故就是何三何过去一切覆盖恶乐，吼、哦，啊你下离分，闻好诸佛甲你恶乐，无量佛甲你恶乐安尼。因为你已经上修佛慧古代神通，这句话改成两行，哈、哦，也会当讲阿罗夏利佛，也会当阿罗在无量，而这个叫菩萨安尼，哈、哦。但是先知一切诸法之文，即得无为无为啦，哈、哦，自心坚固，哈、哦。这句话安怎讲？你会当知影？八万四千法，也是讲在菩萨，我那拢总会当知影八万四千诸法，吼、哦，唔过个性哦，拢非常积德，品质非常正直，无半点的虚假。学看卖啊哈，恁大家啊，我学看卖啊，啊恁有哪学看卖啊？对待人吼、哦，爱有正直心，爱注意这点，卖安尼奇奇怪怪。奇怪怪事实讲是伤着家己啦，因恁唔知影尔啦。因为你的内心若无黑暗，应该你就袂奇怪。你的内心若是健康，内心的光明，你就讲话光明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那像当初这个个，这个苏东坡哈，这个古代英烈啦，去找佛人咧谈道。啊，谈道阵两个人对面坐，对面坐中间哦，伊即马即苏东坡问佛人。讲我坐较像啥？伊讲你坐较像佛祖嘛吼，对吼？但佛人讲啊，你甲看我坐较像啥？伊讲你坐较像一部的牛屎安尼。啊，这佛人笑咧笑咧，因为伊有嫉妒心嘛。伊也无讲，伊就无受无欢喜啊。但是这个苏东坡就是咩？啊，这有迄个心要糟蹋你啊。因为佛人人 A 肥 A 肥，啊，当然伊这么。即马坐咧，啊，就安尼衫裤安尼长长，啊，就披咧安尼，安尼做鞋啊，安尼吼。啊，再就讲你一家政府，即马夫人就笑咧，因为即滴什么人对啊？你搁安怎甲侮辱，我都未安怎就对啦。啊，再苏东坡当下就甲因小妹仔讲，讲我今仔日吼含佛印理论法，
阿福林无法当甲回答，因为你是安怎搞理论呢？伊讲，因为伊问我看，我问伊讲，我坐的像牛山，伊讲我坐的像佛祖啊。啊，伊又问我讲，啊，伊坐的像，讲伊坐的像乌塞啊。啊，伊说拢无应我啊，伊讲说无会通应我。林先生嘛讲，你是知吼，你输个天天你唔知，听吼。用想到我输个天，用人的心哪精，出口就清气，看人就好。你今仔日的内心当中垃圾，你所以讲福林垃，你讲福林乌塞，福林是一个高精大的，你敢讲乌塞？你实在真废类呢。因小嘛就甲骂，无谅解伊就甲骂。你可见你内心吼非常的繁复污染，所以咱普通民众安个。所以我正甲做提醒，你心内个想啥，就是你的心是有啥；你嘴个讲啥，你内心有啥呢？你爱注意这点。你唔能讲你讲赢人呢，吼、哦！啊，你骂人啦，骂人甲无话通去怨你呢，唔通安尼讲，袂使安尼真。啊！你怎样家己想想讲，你的人生安怎过？咱别人听根本都安怎去听，安怎去修？啊！你到底会安尼有通安尼无？吼、哦！你就爱注意，安尼就是现出你家己考量。我有这个话是清气啊，那啥？啊，那是如果清气那啥，你就当反观你家己的内心嘛。吼、哦！啊！你来讲，比如看到一个镜，你就变面，你买当了解你的心，就是清净心真重啊，这真好看嘛。所以咱人会向反省，会向反观，这个水准较会起来，吼、哦，这点要注意哈。所以现在在讲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因为在菩萨拢总有积德心，无虚伪，甚至呢，志念坚固安尼，吼、哦，意志啦，甲想念拢坚固。比如讲，这个菩萨都对发愿起，拢总达到要达到成就佛道，这个叫做志愿。哈、哦，无变哦，无疑心哦，所以哈、哦，如是的菩萨啦哈，充满机光。好、哦，伊即马甲讲啥呢？在菩萨拢常修佛慧，古代神通，哈、哦，善知一切诸法之门，啊，佮有积德的心，哈、哦，啊，佮再来智念坚固，如是菩萨充满机光安尼。哈、哦，安怎样哈？啊，搁再来，伊搁再个个搁再下里副讲，讲化功夫的修多十二小劫安尼。譬如讲，咱今日释迦牟尼佛的修偌济，偌济恁知无？八十岁点着，对哇？伊就涅槃啦。啊，弥勒佛的，弥勒佛实现600,000当年嘛，吼、哦，这种看拢知影嘛。但是这段。花光如来的修十二小劫，但是我正甲注意讲一个吼，先煞讲啦吼，一小劫偌济，十二小劫因为啥呢？迄个个一大劫到四中劫嘛吼，啊每一中劫到20小劫嘛，啊但是伊拄啊无甲一中劫啦，啊无甲一中劫吼，照讲吼，拄啊偌济呢？一小劫拄啊1680,000年啦。一小劫哦，因为一增一减啊，乘二84,000乘两，安尼一增一减，安尼开多一小劫。哦，因为一百年增加一个，我有写伫对呢，第一本那个弥勒上经经的注解本81，哦，多1680,000年，安了解哦。啊，但是伊化光如来一修十二小劫。安尼你甲乘12，乘12倍，但是除了为皇主弥作佛的时阵，啊、哦，其国人民修八小劫，迄内底的百姓的寿命拢八小劫，啊，咱弥勒的寿命是60,000年尔，啊，以这个舍利弗伊的百姓的人寿哈，拢讲八小劫，啊，伊本身12小劫安尼。但是有一个间，迄、那个中间有化光如来是过12小劫，已经要过啊，12小劫已经要过啊。伊内底有一个菩萨，叫做建愿菩萨，伊家己受记，受讲将来你会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伊家受这个记，讲别只你的身份。
但是这个花光如来较个大众个在比丘讲讲见阮菩萨处当作佛安尼，伊个国土叫做离国，啊离国这个国土就是伊个功德成熟个，唔过有一个波处菩萨，波处菩萨就是啥？就是这个个见阮菩萨。伊即嘛花光如来经过十二小劫了，印度涅槃啊。啊！你还了，即伊甲讲，伊即卖伫即个像咱现劫内底人吼，佛陀就甲弥勒佛授记讲，处当作佛嘛吼，吼、哦。第五佛就是弥勒佛，即、这个叫做处当作佛。啊！即卖来花光如来第一佛了，伊个再甲讲第二佛，就是叫做金刚菩萨处当作佛安尼。这意思讲即、这个讲即个经过小讲，伊个名较叫做花足安行如来。哦，这个是讲安尼，伊本身第一佛，这个国土，这个个现国土离国，第一佛叫做花光佛，第二佛叫做花足安行佛安尼，这意思是说明安尼哈，啊，即马来伊较成就多得阿揭多阿罗二三藐三佛陀，这个有那是佛陀的最准的翻译，哈、啊，即马基佛国土也复如是，即马来下里佛。花光佛灭度了后，正法住世三十二小劫。哈、哦，啊，正法住世有那三十二小劫，好、哦，这无量的等。你若要发心去的国土，那可以。我不骗你，俺听哈、哦，发心好，既然这个国土家伙，我那发心要来伊遐，也可以。哈、哦，正法咯，你要看哈、哦，因为咱佛陀。涅槃了，正法住世几年？正法住世是那大集末宗吼，是计讲正法住世五百年啦吼。啊，那照讲是正法住世中间是一千年，啊，上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安尼。吼、哦，因为咱这个是五浊恶世嘛，所以这个法界比较紧啦。安听无？咱这是五浊恶世，但是弥勒佛住世六万年，涅槃了，正法住世搁再六万年，啊来上法。个六万年呢？哦，这个对个人的这个国土，甲伊所产生的这个人民无同。但是照讲吼、哦，这个舍利弗是无量劫的对咱释迦牟尼佛的，应该在咱这个娑婆世界里，将来我那在娑婆世界生活。不过迄个世界的众生吼，而这个因缘较固执，所以这个正法祖师三十二小劫，哦，等于较无到两中劫啦，因为两中劫是八十小劫嘛，哈、哦。对，哎，两中劫是四十小劫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这个是较无干两中劫，但是上法住世有那是二十小劫安尼，三十二小劫，吼、哦，这意思讲安尼。但是即马，这个要甲注意，搁再讲一下，以前内底吼，这个个，以前内底有简单讲，以华严经讲初地菩萨以前发心啦，吼、哦，无唔对。初地菩萨是正法心是无唔对安尼，哈、哦，就是开悟无生法叫做正法心啦、啊、哈，叫做正法心哦。但是较会当不上升得啦，不过即句话哈、哦，我伫八本经典唔捌看到啦哈。因为每一尊佛要来实现最后心的菩萨，最后心的菩萨讲，譬如讲释迦多太子，伊来出世人间道吼，迄、那个叫做最后心的菩萨。最后，现在菩萨了，伊应该这个愿心四十九年不上实现了哈，到转法轮成道，完完着伊所有含伊因缘的人，拢总该受记了。啊，迄、那个个初初皈依海人，较个叫着下面一佛叫做波处佛，较继续该讲，迄、那个最后新的菩萨较有不上成道，那不是无。到底迄个祈祷是多天啦、啊、入胎啦、啊、住胎啦、啊，吼、哦、啊出胎啦、啊、出家啦、啊、成道啦、啊，转法轮甲入灭安尼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是，但是以前内底唔在对对看出来，我唔，但我看得蛮，哈、哦，但以前内底个在因起信论讲安尼，讲初住就是发心住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菩萨是得法消分。因为这个是，因为每一尊菩萨拢分性嘛，哈、哦，分性。因为初地是当然不如二地，二地不如三地，三地不如四地，这个叫做分性，分性。但是分性，我那也是叫做分性佛安尼。
吼、哦，这个在地界大师文也使讲佛教，因为因的水准吼、哦、已经真高，所以它叫做分正分。这个文啊叫做分正，以前来在讲文啊会当应化了吼、哦，应化可能以这个菩萨的水准应化吼、哦，这个叫做应心加化心，安怎样吼？啊，但是佛尊的三心内底有那应化心，就是应心兼化心安尼。好、哦，这个是拢讲，但是这个个菩萨的消分安尼，其实哦，迄、那个初地菩萨伊就会当应化一百个大千世界，安怎样吼？啊，不过今麦这个禅宗的公案内底哩哦，到底迄、那个还禅宗内底还？还代表伊讲开悟吼，迄毋知安怎去？毋知是伊今生开悟，过去伫三面位度已经累积甲今仔日今生开悟。譬如讲，即个马祖道一啦，各种善书啦，占到相当的水准，啊，可能是今生开悟了，第二世就成为初地安尼。即、這个我嘛有一个疑问啦吼，不过迄个传定录甲止观录甲五顶会员内底有讲安尼嘛？唔知是伊今生开悟，搁在今生接灭了、完结了，过去都已经成为这个地上菩萨了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可能是安尼个来讲，是可能是安尼。但是这个伊就会当应化，应化伫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那是二地，就会当应化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。哦，所以伊这句话是讲了安尼说明。好，弥勒尊哦，哈。